看为什么枪会掏那么慢呢、啊？欸、小蜜蜂，你啊嘞，他弹都丢出去几秒了，他掏不出来，气气气气气！秒杀小啦！很落魄吗？看起来很憔悴吧，然后很落魄，乱讲，还是因为我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一脸就是劳碌命的脸，看让你看起来很落魄。阿贤，我下周要进去了，可以跟我加油吗？加油，祝你一路顺风。会当兵真的会比较健康哦，因为当兵都真的都很早睡，都大概九点吧。会变招里面跟毒瘤毒库一样啊，有粉可以吸哦。真的假的？晚上就一直有人在咳是吗？晚上就有听到人在打呼呢，嘎，超大声。晚上我都戴耳塞哦。还发那个大把耳塞要收好，我都把它放在那个这里的口袋，有没有？然后睡觉就从这边拿起来塞着。差点叫招 Part Two， 什么叫叫招 Part Two？ 直接带你去打真的啦，这就不是叫招啦，这是真招啊！我赶快呐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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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革命军人呢、欸？主播没想过，没想玩逃离塔科夫，好玩吗？很快就可以玩逃离塔科夫了，真玩真的啊！你就不用就连游戏都不用买哦，直接玩真的。可是我听人家说塔科夫不是要两个人还几个人一起玩比较爽吗？我看日本人都单排，日本人打的龟啊，他们忍受得了，跟我们一般人哪忍受得了那种龟法？干烤鸡耶！嘿嘿嘿，被火烫到、啊。干！没打头啊，眼泪。我屁事啊！操嘞！我操！差点把自己泡死了。刚那边我称为823啦、啊、打得很激烈。我操，自己走到我准心前面给我打哎、欸、爽呢。我能打51，不是说什么51要收了吗？哎、欸、这是假情报。51整个收起来哦、喔。
真的还假的？嗜好朱大哥，你在唱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娘嘞，他妈的！想说他们打 A 了，操！操！干打到他一枪哎！干哎！鸟边大师！What the fuck, T-Ram？ 呀，他怎么来的？啊！靠腰啊！中路他妈的两个又三个又死光了。啊！还在这儿？好、看完了。妈的，中路队友敢不敢别死啊？操！看为什么枪会掏那么慢呢、嘞，小蜜蜂，娘嘞，他弹都丢出去几秒了，他妈掏不出来。反击！反击！反击！What the hell? Just run, go! 这个蓝色盾是他妈超级怒的。妈的，偷看仔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又知道啊？早该可以赢的队友不赢啊，就要一直往前推去送啊。反正不干我的事，输好。气气气气气！有寒必透，有寒必透。